随进。天斗记得天王人物，随进。拜拜。为什么拜？完了，我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他给我拜拜，什么个意思？为什么要跟我拜拜？我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就给我来句拜拜。我感觉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，重新匹配一个。这给我拜拜，来个有漂亮的妞，大哥。无锡的，你也是无锡的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无锡的不打。看不起无锡的是不是？你看不起无锡人？不是，怕把你打哭踩到我。哼，就你？嗯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你能打多少票吧？你上人哦，抖音嘴哥。你我的乖乖，你直播间多少人呀？我的天、啊！直播间不多吧？也几十万人吧。我看看，你们家灯牌叫什么名字啊？猛男团是吧？你是不是有点虚嘛？我不虚。你真不虚吗？我虚什么？小杨哥徒弟，我说怎么感觉有点小杨哥的感觉。那个什么主播？什么主播？颜值类型的主播。哎呀妈，就你还颜值主播？我都没说我是颜值主播，你在那里讲你颜值主播？你可拉倒吧，就你这样颜值，我的乖乖，我的妈呀！你老人家的劝你，你看那个镜子，你看那个镜子，你就你这样，你照照镜子好不好？你不好意思说你，你戴个美颜好不好？那个样子，你看看，你戴个美颜，你能不能开个美颜再说自己是颜值主播？哎呀，我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说你？哎，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颜值主播的？我怎么就不好意思说我是颜值主播？你看我多好看，我这个美颜开的，我不是颜值主播。你这勇气是谁给的？梁静茹给的。你看你笑起那个大白牙，我的嗨了哟！你看那个嘴跟我嘴一样大，我的嗨了哟！那个咱们 BBC 嘴大吧？不比你的胡子好看，真的是，哎、的你连个光都不打，真的是。笑啊，丢！叫他细狗。对。什么情况，兄弟们？什么情况？刚刚什么情况？他脾气流这么大，我都没有在乎，他把我给关了。就在昨晚，小杨哥整蛊大杨哥吃进口面包，大杨哥发现不对进口的样子，简直笑不活了。我让你干什么，兄弟们？啊，有一神色有肉松啊，叫肉丝啊，我们叫肉丝卤蛋，有一点名字名字好玩一点。啊、不是名字好玩，名字好听。那是猪肉，啊，是面包。哎，真好！哎呀，真好吃！这是还有在加上来是什么？来来，那下面说一下卤了，下肉感觉怎么样？就真的有奶的味道在里面。这个肉很香，非常好吃啊！看、啊，你都干完了，特别好吃。一这样说我非常爽，非常爽。买了酒，我看十三个也五十块钱了。下一个直播间，小杨真选。你色大民，好吃吗？有上车。你坐车。我吃，我吃，你偏要吃我的。啊，兄弟们，就是它不吃起来啊，不会像有一些面包就是干干的，就吃在嘴里面。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面包？它这边很非常干，对吧？要用那个什么、啊，要用水给它吞了，那种感觉。这个就不是，这个真的不是啊！你看，要吃自己开，你非得吃我的干嘛？那人那么贱，我操！啊，真烦！这兄弟，你要吃，我不让你吃，这我吃的，我都说了我吃的啊，我吃的，听到没？是你来啊？你为什么又卖做？这种形状的不是火腿啊，火腿哪有什么斜形状？就是火腿的形状，它你现在很多东西不太能卖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不卖火腿我不行吗？我已经不卖鸭脖、黄瓜，我都不卖，我现在卖火腿还不行吗？差不多。
不看啊，这一个外面你别拿啊，不不，哎，不，我来拿，我拿着，好吧？好，那你吃一口。这没有皮。不是，是房屋，你干嘛？你要活？它是有一层这个，有一个包装袋。对啊，是包装袋吗？是包装袋吗？还是可以吃的？这肯定不行啊！它这是包装袋。我先跟你说一下，不是，我是我跟先生说一下啊。这包装袋就是说，这个一个这个。你不要拿我啊！对，你。不是，你不是紧张？我掰开看一下，怎么了嘛？火腿掰开看不行吗？你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的投诉吗？咋了？不是你还没说你怎么突然来了？那是就是因为卖这些东西，你看这卖的是啥？我能不来吗？火腿呀、啊，火腿！你在干嘛？火腿呀、啊？怎么了？是一种老式火腿，很香的，对吧？你可以直接吃，还可以去炒菜。看，哎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个画面吧，可能不是很合适吧。我长在这个字怎么了吗？这个你要不然横着给他们看吧，这个画面有点。就是要掰开呀、啊！这你直接横的。对呀、啊，你。但是商家说了，掰开有视觉冲击效果。看。怎么了嘛？怎么了嘛？啊，七九块九，爱买不买是吧？来，为什么那么久没跟法务合体呢？啊、可以是因为呢，还不就那段时间你哎，我都跟你说我在搞事业，你别这样，那就是跟法务合了合，又表白的拒绝了啊，没办法。法务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小黄我魅力在哪里，反正就跟我播着播着，突然跟我表白了。被我拒绝了，不好意思来。然后我都跟你说我在搞事业，你别搞。结拜了啊？结拜？什么结拜？结拜不是个理由吗？你跟我表白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把心思放一放。挨一个就是挨去，还是不死心。最后回来，我都已经跟你结拜了，你还是不死心。分糖，你喝不喝？啊，一笑泯恩仇啊！啊。可以吧，先玩啊，可以啊，十二瓶19.9块三车，无糖的都有，怎么了？气好足，气好足，是不是？好足，很可以啊，夏天喝一下，是不是？你喜欢喝，这个是无糖的，喜欢喝芬达可以拍芬达，喜欢喝雪碧可以拍雪碧，啊，有多种。面面不认，我不认识面面。可乐、雪碧、芬达、可乐无糖、雪碶无糖、芬达无糖都可以拍，只要19.9。面子和他绑了，面子和谁呀、啊？面子和谁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？面子跟谁呀、啊？啊，面子哥，面面，我们你不是先走了吧？啊，你什么时候来？啊，你知道面子和谁吗、啊？不知道。元老级网红。谁？就是谁？周奇峰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他也是，你知道，我就跟你说了，我竞争对手很多的，你看。面面，你千万不要学法务那样啊！我跟你啊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你千万不要跟我表白，知不知道？法务就当时你知道，闹多尴尬，全程我也不想说了，闹多尴尬，就是非要跟我表白，就我跟他说闹玩归闹归闹吧，非要就喜欢我，想追我，想让我成为他的人。对。